大家好，我是 RMD。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发了 YouTube 一年了，虽然有时会偷懒，啊不，绝对没有偷懒这件事，所以我决定要搞一个 Q&A。 我觉得大家都是不太认识我，所以要令大家更加认识我呢，我决定呢你们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上大一题，我希望你哋问我嘅问题咧，就有少少幻想性嘅，就唔好问我食咗饭未呢啲问题啦，因为太冇幻想性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又或者咧，你可以问一啲学术性嘅问题，但我未必答到你嘅。小弟读得书少啊，同埋咧，你唔好以为咧，你哋问我问题，我就一定会答噶。如果我见到咧，你哋反应热烈嘅话咧，咁我就会考虑出呢条片啦。冇翻20-30条留言咧，我系唔会做噶，知唔知道啊？绝对唔系偷懒啊！请大家多多支持啦。